现在是早上8:30，8:33。我现在要去租 iRent 的车。啊，我们家没有买车，我们每一次要出游、出去玩或是去办事，最近就都是用 iRent。童妈就是我老婆，跟彤彤跟东东现在在家里等我，我去把车子开回去。我是预定8:30的车，我已经有点迟到了，现在8:34了。可是他的车子会保留15分钟，会保留到8:45，所以我可能要动作快一点。我来找一下车子。我今天借的是一台 Prius， 车号是5862。五八六二，我看一下在哪里。5862，这边这一台是5863，这是5863。5863，按喇叭，喇叭可以提醒。啊，5862在那里，在最里面。他怎么没有88？我按一下，88。好，没关系，我已经看到了，车子就在这里。那我按开始使用，拍摄车辆四周。昨天有下过雨哦，所以车子上面都是水。我看一下，先拍这边。然后打勾，再拍这边，要拍到车牌号码。等一下，我把相机先放下来，我比较好做事。哎呦，在这里，这里应该可以看得到。然后看一下，完成。我要拿一下我的卡片。完成。iRent 是用悠游卡。当钥匙的，这是我的悠游卡。好，然后我选开车门，它就可以直接开了，好像第一次可以这样子哈。按一下，看得到吗？有点黑。开车门，有啪一声。车门已经开启咯，我知道了。好，现在就不用手机了，要还车的时候再拿就好了。手机可以先收起来，先收好。很快耶，我本来以为会花很多时间。这台车我是第二次借了，第二次用。其实我也不是很熟悉。为什么他逼了一声？哎，哎呀！好，车内侦测到钥匙，他这边写了一个字，车内侦测到钥匙，这里没有，先拔起来，拔起来，放包包里，放口袋里。然后喷一下这个消毒的，先喷一下。其实它这台车很新，我上次来这边借的时候就有注意到。你看它这个贴纸都没有撕掉，面板都很新。喷一下，锁门，然后排挡杆，喷一下。
手上车，等一下，老婆坐的位置。好，等一下放着。放这边，放这边，头罩可以拿下来了，只有我而已。这台车真的蛮新的，它整个车上都飘着一股新车的味道。然后，等一下，喷一下后面，头会靠的地方，把手，安全带。差不多，然后盖起来。调一下椅子，椅子要调在后面好吧？是我的腿太短吗？在后面，等一下哦，看一下，前面一点，在哪里啊？就是那个，哎呦，哎呦，我没办法前进。在哪里？我找不到。啊，找到了，找到了。哦，这边，这边有一个把手，它是在这下面呢，这下面拉起来就可以调整。后面一点。我腿比较短了，前面一开的人比较高嘛，所以他的。他的椅子调得好，后面我踩不到油门跟刹车，然后椅背斜度，好，那我又来发动了，看一下，按 power 踩住刹车，哦，等一下，我踩下去，我还是要在椅子要再往前一点，要不然踩得很勉强，很吃力，这样子差不多。它已经侦测到钥匙了吗？好，油门，油门，刹车，好，来 ，power， 按踩住刹车，我来按一下 power。这台车叫 Plus C， 哇，快没有油了耶！前面的人用车完没有去加油，它的油只剩下。三格了，所以我们今天等一下可能要去加个油，加油卡，加油卡在这里，我还没有用过他的加油卡去加油，我每一次借车的时间其实都不长，加油卡还有两，应该有两张吧，对，一张是这种台塑的，一张是中油的，听说加油很好玩。因为他的发票的金额会很大，因为他们有签特约，出来的那个里面的储值的钱都很多，加油卡里面储值的钱很多是巨额。好，绑安全带。好，等一下啊，然后后照镜要怎么展开啊？我上次借的时候，他后照镜本来就是开的，这次前面一个车主把后照镜收起来了，所以我现在要展开。后照镜的按钮在哪？对，我真的也没有很熟，我也才借第二次。后照镜是这个吗？真的耶，好好玩哦！这边有个按钮，这个就是展开后照镜，按下去，就可以看到后面了。好，都看得到。现在是8:42，我的手机在包包里，对视一下，蛮准的，8:43了，8:43，好，我回去开回去，10分钟以内就可以取好车了，比我想象中的还快，我本来想说会不会要很久，好，
好，我就先拍到这边，我回去接童妈跟童童他们。我们今天要去那个巧虎乐园，在青浦，在那个星光影城新开没多久，之后的影片也会跟大家分享在巧虎乐园玩的过程。出发。去接他们了。好，彤彤来，我陪你上，我关门了。好，彤彤哎。来，彤彤上门。我妈妈还在呀。那我来了。小心手哦。哦，爸爸这边要关门了。好。